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叔来弄这些蜂箱，这一箱已经搬回家了，然后又拿来投放了。看，给他弄一点这个家伙，放在蜂箱口这里，就没蜂来了。来，我们上去看一下。翁的他妈了呢，没他妈什么呢，公的都咁薄咧，拉的，请交六个能吗？交六个的，几个了？三个，还来壮丁咯，蛮高的，后边他去盖的那个竹竹门，烂的呀，竹烂的，那中了一个了，摆壮拉，我摆嘞，没拉我，把杆跟你了，我来。还没跟跟呢，没行阿里呀，没阿瓦里呀，瓦了，瓦呢呀？不是被阿呆吗？是不拿了，很给你不了阿，没可能先不了被阿呆呀。有很你阿了呀？那一个呆是吧？这些已经有蜜蜂来探窝了。这旁边漏了很多缝，我以为是大叔打开了，我刚才问一下他是不是都打开了，他说没有啊。明后天就有蜜蜂来了，你看现在过来探窝的特别多。大家记得这个蜂箱吗？我前几天过来看还没有动静，来到现在已经来了第三天了。刚才大叔在这里打开的蜂箱，有整里面的那个桥光，然后都不小心啊，把这个桥皮啊搞掉下来了。你们看，掉下来了，他还拿放在一个地方，这样会引起到蜂的。他说里面已经有很多蜜了。大叔的这些蜂箱这几天又来了三箱，看到特别的开心。我这里有一箱也快来了，已经有蜜蜂来探窝了，应该明天或者后天就会有收获。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，大叔在这已经收了十几箱了，他特别的高兴。